浮躁的时候会强迫自己真切思考，到底怎样的人生才是我想要的。安静下来才发现，随波逐流的人生也不是什么糟糕的人生。就像是朴树唱的那样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原来你也在这里，早上好，彩云南。 Good morning 云南。